小時十幾分鐘，但系而家咧我就身痕啦，就專登俾50蚊去搭呢個啱啱上海通車嘅磁浮列車，1號通車啫，4號通車啫，咁所以今日咧第二日嘅啫，咁啊貴啲都搭啦，咁啊睇個票價將來應該會平少少都唔定嘅，咁咧就總之冇辦法啦，總之就係新嘅，而家坐緊磁浮啦，磁浮啊，即係坐落去感覺係定好多嘅。咁同埋咧就個車好闊嘅喎，三座位，兩排三座位，但係啲位好闊嘅，係啦，咁啊冇錯，嚟到上海，咁啊睇睇另外啲嘢先，感受下浮池301公里嘅速度。剛才拍錯少少，幾分鐘就已經到了呢個龍洋站。哇！我想看看它開車的個速度感啊！大家睇睇個車身咧，就唔係好科幻嘅，但係磁浮車咁咯。哇！真係一路行住影啦，佢未開喎，佢應該唔知道去邊嘅，跟住花水啊！嗱，咁而家呢度係磁浮車站嘅落車龍洋路站，咁啊新新淨淨，好靚仔。